你贴吧吗？你们贴吧？拿什么贴？没有贴吧？这个，我哥哥不是让他打的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枪不用，明显没那么响，明显白了很多，嗯，它不会，也不会那么深。中国其实相对没很管，蛮安全的。哪里？中国。安全。安全相对还好，起码走路上不会被我打砸崩死嘛，是吧？欧洲我操，土耳其那地方，哇靠，土耳其不说。法国的高恐怖袭击。法国现在不就，法国还是英国的脱欧啊？英国脱了。今天那个事情又搞的。美国搞的吗？搞垮欧盟嘛，成功了。哎，我就刚打的很厉害。嗯，这个按摩神，国外的，就在国外的那个按摩神，很大的。我要买个样子都看看效果。我们这种厂都他妈用起来，用好多这种机器。你在买韩国人，韩国机跟我们的机差不多，跟长得他妈一模一样。我搞不懂是我们抄韩国人，韩国人抄我们的。我操！看内脏啊，他用什么激光器呢？主要激光器啊。韩国应该没有什么聪明激光器吧？没有啊，聪明激光器都是德国什么 IPG 嘛，哦，还美国的 SPI 嘛，哦。